鹿晗为上海堡垒狂宣传，而关晓彤却不帮他造势，网友沸腾。鹿晗为上海堡垒狂宣传，而关晓彤却不帮他造势，网友沸腾。说到鹿晗，相信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，他是娱乐圈中人气非常高的偶像明星。当时他从韩国回国发展的时候，更是成为了娱乐圈中的顶级流量，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粉丝们的关注。他也是小鲜肉的开创者，他的颜值可以说是非常的高，五官也是特别的精致，很多网友都会将他错认成一个小女生。但是的最近这两年，他也在开始慢慢转型，让自己从一个偶像转变成一个实力派的演员。